的过程当中变成一个行动急诊室，这也是我们的重大政策。去年当我们提出这个重大政策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22个救护队已经有3个队来实验室的推出，也跟部分的医疗体系有合作的备忘录，也就是我们知道这些医疗体系就是在救援的过程当中，他就来随时的指导我们做紧急的救援，就是一个行动急诊室。那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完成了14队，明年我们22队再加8队，22个救护队全部都完成。有一个 NTG 学长的刚机，你刚有服用一颗 NTG 吗？舌下服用一颗 NTG 的是吗？好，服用后有改善吗？稍微舒缓一些，但是还是有一些胸痛。好，现在还是持续胸闷吗？是。好，那我们先帮你做一个生命真相测量，做心电图判断。好。结缘院内就临床后进启动。这样就可以了吗？好。